这个是你特意定做的。我哪会那么用心啊，就是你瞎呀，哪看出来他长得像你的？你看人家眼睛大鼻子高肤白貌美还有翘屁股，你呢实在是惨不忍睹啊，要什么没什么。给了浮生哥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最近总是受伤吗？就是因为身边有小人，都是被这小人害的。就是所有我要的不多，有你就好了。亲人、路人、朋友，再多撑一分钟，竟然是我。叫心动，我们一风起云涌。假如一心一生一世，你就是抢我身边的女人？你才流氓呢！这样吧，你答应我三个愿望，我就把钱交给你。愿望还三个？你怎么这么贪心？你还有机会跟我罗福生谈条件，已经说明我不是很担心。你这个人啊，就是看起来凶巴巴的，其实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别人都说我是刀子嘴秤砣心，如果有来生的话，你愿意做我朋友吗？不用等到来生啊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是朋友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每天晚上下班了之后，你必须等到我来接你之后你才去走，听到没有？这就是传说中的护花使者，名副其实的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这是我房间呀，我当然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呀。倒是你为什么趁我不在溜到我房间里来呀？还乱碰我东西？他们让我来打扫卫生的。打扫卫生？谁让你干这种活啊？我自愿的，因为你们这儿的工作服我实在穿的不太习惯，所以只能干这个。那好吧，那你就接着打扫，我拿点东西我就走。浮生哥不好了，快去看看吧，木露姐她出事了。啊！疼疼疼疼疼疼！轻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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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摔成这样啊！等，轻点！怎么搞的呀？我脚下一滑就摔倒了。那这还能站起来吗？嗯。这秋上啊，正好请假回家。你说今天晚上跳舞吧，本来就指望你一个人，还摔成了这样，你说怎么办呀？看我干嘛？你来。我你别说啊，天音这个姑娘有点意思，还挺机灵的。你的眼光果然独到。那当然了，他最擅长的就是救场了。